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章鱼大叔的占卜间，我是章鱼大叔。那眼看就要到2020年了，最近啊，章鱼大叔也在筹划关于2020年的新的系列的视频。不论是从占卜方式、游戏玩法，还有视频内容上，都会做新的调整和升级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我也希望这新的视频呢，可以帮助大家在2020年，不论是情感、事业、工作、学习方面等等，都会有一个运势上的提升和发展。那言归正传，本期视频我们来占卜一下，我们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，或者说在职业发展上，究竟什么样的方向是适合我们的。本期视频的好运弹幕为人生赢家。那跟随我深呼吸之后，从四张牌中选择出属于你的那张牌，开始深呼吸。好，